一起来看下今天的新奇投稿视频。北京女孩叫小妞，东北女孩叫老妹儿，天津女孩叫闺女，四川女孩叫幺妹儿，上海称呼小姑娘，河北称呼小丫头，敢问阁下如何称呼？我无敌好吧，大家觉得我无敌，双击关注我，评论一个无敌，我看下有多少人。别打他！这是什么怪兽？别打他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只有两个腿没有身体呢？因为这是 BUG 好吧？司机战场人物变小 boss， 首先先把摩托车开到基站顶上，因为只有这上面才能把摩托车开下去，再次点击驾驶就成功了。还真是变成迷你人物，点击蹲下键就可以遁地了。学到没有，这才是老六的祖师爷，你们当老六这些年白当了好吧。但是这个方法有一个弊端，就是适合低端局，如果在高端局的话，你这样选的话直接全是老六。哇，这是特效还是魔法？但是我感觉是特效好吧，但是我还是想说太帅。